本节目由搜狐视频游戏频道独家播出。肯定是 MK 啊，这个出大法师没法玩，也不能说没法玩嘛。啊，在玉米里不是用大法师、啊谁？谁说没法玩？谁说没法玩？我说错了，我说错了，在玉米的手里比他的 MK 要差一个档次，应该这么说。对对，确实，玉米这个图用 MK 就是应该是打的最好的人组。哎，四哥，他是想先练一个点再出去吗？他打了个小动物。不会啊。在风矿旁边，就是直接抓骷髅过去吧。啊，那你直接从中间过去不行吗？又不影响，有影响吗？能看到就行嘛。绕个大圈呢。他也可能是直接过去抓个骷髅的。这个步兵在到处找农民，双方开局就开始勾心斗角。我靠，这个四哥的这个探路农民好机智啊。对啊。上坡站得高看得远，问题其实在下面这个点是看不到什么信息的。如果是在四哥的农民是在我点不了小兵，你看我就说他练这个点来的，你们这群纱布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插得这么准吗？因为我刚才在直播上面看到了。操四哥这边打个眼睛还是很好的，可惜打了个幻象。方向还可以，只能开骗锤子，骗锤子，往上骗锤子。你真当玉米那么蠢啊？幻象都能骗到锤子？勾引啊！那我派个玉米一点，你身上有幻象，肯定就不锤啊。幻象怎么骗锤子啊？哎，老粉不要用自己的智商来衡量玉米的智商啊！你招两个，然后你增生走出去。幻象只能当骷髅用，开视野，别的。根本没有用，最好的是眼睛。对啊，然后紫药也还可以。玉米这边好针对，他知道四哥不来肯定是要练绿皮，直接就抓过来。这就是两个选手打多了之后，就是各种细节都知道了，你就很 UD 就很难打。而且你看，所以说 UD 不能跟别的族练多了。你看 UD 如果跟别的族练多的话，是别的猪知道你该怎么打，你 UD 是根本玩不了的，所以 UD 不能跟一些打比赛的人经常练、哎、练自己很暗夜也不能啊。我发现了，现在那群兵打老子都不探路的。你看这个 DK 不用探路，幻象和真身身上都是两格群战、啊、好吗？那现在人人打我都不探路的好吧，打你不需要探路啊，你这么菜。现在有二级哎，四哥这边练到两级了，还可以。啊，疯狂练的是两级半，但是他这要很烧木材。其实你看他现在木材只有60，他二本要先造，只能就是不能同时造历史和屠宰场。可以。那要很伤节奏的。四个狗呀，然后四个狗不够的。他的伐木，他的那个坟场离这个木头很近啊。没用。四个狗只能支持你练一个点，就拉狗练一个点，练两个点肯定不够木材。他这样二本好了只能先造历史了，那样的话眼睛，哎，这个眼可能会在二本四个来压制的时候立功啊，这个眼可能会放高台。嗯，哎，这个眼的，这个眼放的好瞎啊，放的好瞎啊，哎，这个是老瞎眼吧？120怎么样？老瞎眼？没事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我其实挺喜欢看玉米的 MK 的，玉米的 MK 很萌，就当没打出这个眼就好。很萌，很萌啊，他的 MK 不是很猛，是很萌，好吧，大家搞清楚。对啊。为什么很萌啊？有些人他要卖萌，有些人的萌是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萌，好吧？啊，我第一次听说用萌这个词来形容玉米的 MK。你去看一下430，好吧？你就懂了呀。430的吗？萌啊！啊，美少女。
这边让玉米买出来伐木机了，我靠！我觉得刀塔界侦查到了，刀塔界侦查到没有用啊。四三零就是卧三界的。玉米有眼啊？为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就是让人族练下来，就是买了伐木机之后，人族的塔就可以无限的造，无限的造意味着就是 UD 就肯定是推不下来 S 矿了。只能收三本去打，肯定要买伐木机啊，就是这个图千万不能让人族练这个，虽然是一个年你雇佣兵那已经练完了呀，练都练完了，那就很难了，那生米都煮成熟饭了。但师哥这边打个大雪还是不怕为英雄的，还可以，大雪就这么给他 leech 了，这么浪费。我这一波很凶啊，师哥这盘应该是要二本推，对啊，拉狗了，双 BB， 哎，双 BB 啊，硬拿了。说实话，我感觉打玉米用二本推好难打，好难打。玉米防这种太有经验了，什么步兵啊、民兵啊，就从你后门硬来。玉米是人族中的腐烂，这么说不过分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人族中的腐烂？刚啊！啊！刚！人族不刚不行了，现在你看去换家了。我靠，这就不刚了，打我脸啊！换家去了。哎，没围住，这还要锤？不需要围，不是玉米吧？不需要围啊，他怕有装地啊。他刚刚没有围住啊，他丢了个锤啊！你看，这就是你不能让人族买伐木机，你让他买伐木机，他就无限塔，他就可以选择更多了。你不让他买伐木机，他必须要防守。完了，哎，脚踏车，哎，玉米并没有发现啊，发现了，发现放走了，这个脚踏车其实放走了，没必要，放走了也没事，对玉米的基地造不成威胁。这个这边单体可以回防，然后家里变塔，真的变塔打 MK 真的一点用没有，变塔就亏，变两个，变塔真的一点用没有，要不变三个冰塔，这不把 MK 打回去了，马上。没用，真的没用，就强打 MK 啊，打 MK 一顿啊，对啊，这塔不是打了 MK 一顿吗？你想啊，就是我不升这个塔，我买 DK 买个魔瓶，我一直 CMK， 是不是也能把 MK 赶回去？魔瓶用一次就没了呀，对啊，魔瓶用一次就没了呀，塔还能用啊？塔是固定资产，还来第二波吗？会的吧。不好说，就是你第二波你还是要 DK 去回防的，塔对 MK 是没有用的，就是 MK 去换你家，你轰塔你觉得有用吗？有，能揍 MK 啊，我觉得没有用的呀，可以点飞艇啊，他只杀你农民，第二波又去了吗？不是，你点他 MK 有什么用啊？他只杀你农民，赶跑他呀，点他 MK 有什么用啊？不都能把他赶跑吗？他杀你四个农民然后 TP 了，你觉得谁亏？那没办法呀，你吃魔瓶他也杀你四个农民，你 TP 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吧？所以你变塔有什么用啊？你变塔有什么用啊？花的钱差不多呀，塔还能再用一次呀？太远了，好吧。你看这塔有用吗？你一会儿看一下塔有用吗？你看这波 MK 去，这塔还能发挥一下余热，对吧？你确定能发挥作用？不过讲道理。就算有三根红塔还是没什么安全感， UD 的家不是没安全感，是根本防不住啊，搞一个飞艇回家去，对啊，就是没安全感保护农民呢，有屁用，他只是为了让你不踩钱就行了，你保护农民有什么用啊？可以省一点钱嘛，对吧？要不然他随一个你还要多花75块钱去造一个存钱啊，我操，这是为后来的存钱，存钱流，这样打的话在玉米矿干时候自己还有两三千。看一下如果四本骷髅书就爆炸了。反正我就觉得打这个地图千万不能让人族买出伐木机，买伐木机就可以退了。 Infi 也是这么觉得，这个地图虽然人族
中期不太好打，但是你只要让人中练了，练了、这个、炸弹人在四个的脸皮底下，眼皮底下马上炸弹人、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回防直接回城了。炸弹人不跑的吧？哎，还想溜 NC， 这个炸弹人不跑的呀 ，NC 啊我跑，还爆了一个，这个是炸基地的呀。哎，你他你能不能手动发言？为什么不跑啊？这个炸弹人啊！你旁边的好吵啊！他们在吵什么呀？这狗死了好多狗。我就是手动发言的呀，他突然大喊了一句，那我也没办法呀。那你就不要说话了呀。你看这红塔有用吗？他还是要 TP 吧。这个打人族，你 TP 第一波 ，TP 第二波就可以投，就可以投了。嗯，分矿已经二本好了，再补什么？神秘圣地。刚才这么玉米的步兵往后跑了一下，是个条件反射的地铁往后拉，以为要围杀了，看到了吗？真的是条件反射了 ，MK 要五了呀，再出个血法不得了，操作基本的呀，再出个血法不得了，这分矿要差一百年 ，MK 快练五啊，在家里发什么呆？这个退了，什么鬼？啊，退了啊！我这看着还没退啊，退了呀，退到商店了。现在退了，你去练商店了。你的素质好差、啊，我还以为他退出游戏了。没，他没，他退军了好吗、啊？撤退，这个局面已经可以退了。这个局面真的可以退啊。对啊。MK 五级了 ，MK 五了，是个。三本觉得退了算了，约等于没有啊！不要被秀了，好吧？别被秀，虚无锤了，你快退吧！可以飘毁灭了，拼手速嘛？哎，黄叔，手速个屁啊！人家虚无跟锤飘，他不可能走到你，你飘、嗯，你听我说吧，他不可能走到你面前 BT 吧？嗯、他虚无在锤中间有个零点。七秒左右的间隔，你完全可以吸的，吸到他就秒不了。你飘十个毁灭，在那一直滴滴滴，没事就滴滴滴滴滴，没准能防虚无锤。不就看他虚无在滴啊，看准了再滴啊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可以，他有一定，他 T 那是不可能的，他 T 有飞行距离呀、啊。都说了不可能。Ted 仿试过好几次啦，那就不是试过好几次。那不是操作层次的，那是预判吗？你想说？不是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Ted 试过很多次了。他 T 有个飞行距离呀、啊，就像你无敌躲锤一样的。不要质疑最强 UD， 好吧，老粉。真的呀，如果虚无锤能让 UD 躲的话，人族谁还玩虚无锤啊？真的呀，当木的人说运气好躲一两次谁都可以啊，你要把成当成一种操作那肯定是不行的。你蜘蛛全部堆在一起，你一个地可以笼罩全部蜘蛛，那还是很比较简单的呀，不能算很简单，但是还是相对简单的呀。你看准了再滴嘛，看他冲上来他想逼你再踢你，然后你看他，你看他往前走了，你就准备好吸好吧，你注意力集中还是能做得到的，你不要放弃治疗啊。那你我请问你有几个毁灭啊？你有几个毁灭？那你一个毁灭肯定是照不，你能照顾不过来那么多蜘蛛的吧？能吸一个算一个。如果有四五个毁灭，哎，四五个毁灭是哎，恐惧。DK 有单传吗？没有。好了，怎么出来个这个东西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好惨啊！出来就是这来啊。要防虚无锤的吧？上来放技能的时候虚无他一睡他一下。啊，这怎么反应嘛？我靠！你跟我反应个试试。我觉得这个反应不过来，好吧？他刚才是冲在脸上 BT 的啊，冲在脸上 BT 肯定不行啊。
有距离才可以啊。你撒一个是，你撒一个是。刚才这一个是因为毁灭的离蜘蛛距离太远了，好吧？可退可退可退。距离太远了。可退可退，又来了。这个是连上踢，连上踢的，连上踢的肯定不行。老粉不要狡辩了，老粉，不要挣扎了。哎，血法下不来了。哎，可以，好吧，血法下不来了，下来了，哦，又要死，一下来就死。怎么还有驱散的啊？关键是以前确实试过很多次啊，泰坦、泰皮那些试过很多次啊，又没有吹。哎，那是运气，运气躲了一两次、三四次，那也能被说，我靠。哇，这个血法已经没蜘蛛了，这个抽的好爽啊，抽的好爽啊，这俩英雄我靠，跟你一个部队吧。哎，要西湖水死了。哎，哎，有 C 吗？哎，没 C。 哎好的，哎，还可以，但是没有 C。 快把大血换过去啊，换大血啊，哥，换大血。 哎不换大血的、大五级，我靠，被锤晕了，还好换两个大血。没运我人家三本了，可以出坦克啊，哥。他没有，不是两本，他没有出两本的话、哎。为什么这个恐惧魔王死了这么久，现在才复活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问题是这个恐惧魔王上面有关键的腐球啊！炒作太激烈了，把他给忘了呀。这个骑士出不来，出来了，要拆200连这个分矿，200连不一定拆得掉，不给机会了。这四哥早就输了，分矿也没了，比较输给人族，这样输给人族很烦，你知道吗？人族始终就没跟你打正面。对啊。打了呀，福特曼不是给你打过了吗？两个英雄在打正面，我靠！那也打了呀，福特曼我也能打正面，我也能用人族打正面。你看坦克去刚正面了，坦克来了，坦克来了，这坦克太 bug 了，我靠！当着你部队的面，对啊，当着你的面去的，怎么办嘛？你能怎么办嘛？我有回血的。最烦这种嘛，当着面去的，我去。对啊，你还没办法。又重新拍下了分矿，这个感觉要被发现了。这两兄弟杀了多少蜘蛛了？五个吧。不止吧？五个吧。有人说坦克改成重甲就行了，那坦克改成重甲这个东西就废了，废了，不可能改护甲。还有坦克，对啊，不可能改成重甲的。你最多让他这个护甲不能提升，不能像兵一样提升，因为它是个建筑的房嘛。四哥必须要开这边的矿，不开他开那边的矿会被牵制的，他这开这边的矿可以一直。一共带手、就是、一边杀人族农民一边，对对。你觉得开得起来吗？哎、这个事还可以啊。秒英雄的时候试一下还可以啊，对吧？那他不能避难了，能避难了。但第二不是更好用吗？不能避难了呀。啊、我在。是个很不爽啊，现在。就是没办法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四哥英雄都把矿端了。四哥现在很生气，但是生气没有用啊。农民都不给你留，唉。
啊，这波如果秒掉还能玩，真的，再晚一点秒就好了。有一个问题啊，有一个问题啊，玉米的矿要爆了，对呀、啊，玉米的矿要爆了，玉米还有多少钱你有没有啊？发现吗？人4个的矿钱更多啊，450块钱还有那么多，还有那么多练级点。如果这个地图现在已经干了，那么四哥就还有机会。就哎，哎。是这个地图已经没练级点了，哎，那五反正还有我机会。觉得四个还是可以玩的嘛，靠，不四是个不能已经玩玩不啊，了，玩不了，真的四个硬玩不是了。把单矿耗光了，玉米2矿的钱。这地图 LR 就是可以 UD 可以打后期的嘛，那个地图钱很少，但是问题是这个地图还有很多人族没有练的点。哦，人族去练级了，对，等级四个高还了在之拆矿，那后，矿不用拆啊，他不还知道是没呀、啊，问少题是玩，他不知道那矿要爆了。看得到的他如果吧？现在一直找人家打，我觉得他还是能玩的。他要是给这玉米练2个点，可见。四个那要练你觉啊！得正面现在打得过玉米吗？还掉了个神器，打不过。矿爆了，他拆个毛啊拆？耿直啊！这个时候四个有一条冰龙还能玩好吧？开始转飞机了，不给活路了，不给哎，活路了。有冰龙是能玩。但是你冰龙也这招不两个毁住，灭，你冰龙也招不住 BTT 吧，加上飞机的攻击。五把阵拆完之他后，发现还人家打矿塔干呀？了。诺还瓦，打塔呀？他已经发现矿干了呀！里面有一泡呀，农民，移他动里面有五个金属明显的啊！农民啊，来一波，对啊，拿一发我不来一是发。来一波？哎，他为什么还在拆矿啊？他看到人家关开键矿了，是。还在拆。关键是你不知道你团战能打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团战打什么？你那告诉打我了你呀，团也打战打人了，族什么？打什么？打骑士打啊，骑士还是打英雄还是打什么？打骑士啊，你确定打骑这个士？太高了吧？睡，没蓝了哎，，DK 天没都不能蓝，随时骑士吗？我操，DK 没蓝了，快跑！打飞机啊！他是宅男啊，他肯定打飞机啊！你看这不把飞机给打完了？哎，又干谁的骑士？对吧？四哥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，那那爱人口打还什是么比较打什么，我就要打接飞近的。机。玉米还有一片矿啊！刚刚四哥不拆这片塔，直接去干玉米的分矿的话，我觉得不是不能玩啊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啊。因为四哥还可以卖家的，他还能有钱的，卖基地卖点钱还是可以的，是吧？他没，他去拆一片没有意义的塔，人家都没钱了，他还去拆那片塔。经验啊，啊，那他不如练人族也是经验啊。塔的经验太少了，他弄的人，对啊，他弄的人家练了去练级了，自己比较亏。打不过不人过他现在族，553，好吧，553，不不是是不能玩。这个恐惧魔王这个英雄就很非常非常弱，对啊，比小黑不弱是不很能玩多。啊！有个5级的力去啊，不是不能玩啊！5级力是有什么用啊？没什么用，还不如5级的啊，小就是黑。DK 的魔太少了，DK 带个买个魔瓶嘛，要不？这正面打不过他，DK 没魔，就只能丢一发 C，只能丢一发 C 的 DK。那么问题啊，来他这个了，C 还用过了，等下玉米的 BTT 能造成多少伤害呢？我觉得 Leech 已经对是一啊，具一会实儿。体了。哎，不 BTT 能 BTT 打多少了。伤害哎，有一个税还可以，好吧，很关键，有个税。？BTT 打应该蜘蛛啊，不能。打英雄的，哎，为什么玉米不打英雄能啊？打600多啊，600多700左右，他不 B 的，他先不哎，B 的。这恐惧魔王要死了，这恐惧魔王。哎，替一下。啊，还是 DK 没魔啊！DK 要是买个魔瓶的话，这波不是不能打。先破掉铁三恐惧角魔王的一跑了一个。年，同一个。哇塞！哎，今天没蓝，太尴尬，有蓝了。哎，这玉米怎么还有钱补飞机啊？啊？他采他有矿了矿啊！呀，他哦，还刚有才有矿存是吧？款啊，他刚才有700多存款，还没用完。
可惜了，最后真的可惜了。他踢了个什么？这个 DK 骑士。哎，这边那个啥又过来了，光杆司令啊。GG啊，3-0，好惨。哎，幺零有什么想说的？说实话，我觉得他做一个 UD， 他不拆那个塔有机会的呀，真的有机会的呀，他不拆那个塔。谁意识到嘛？可能跟风格相克有关系吧。你看，对，四哥能赢0-0打不过域名。嗯，那3-0也太不科学了，两张 UD 的优势图拿不了一分。很正常。讲道理，不讲道理，和玉米练的多的都打不过玉米，好吧？你想说明什么？没有，是和人族练的都打不过人族，就像我 WCA 打0-0一样。那怎么办？但你不练就更打不过了呀。对啊，你只能一直打不过。啊，你可以，你练了，你只要不打那个人就行了嘛，你打另一个人嘛。你觉得还能练了一个人族，你能赢另外两个人族，那不一样啊，还是起码能赢两个人族了嘛，对吧？啊？不，好像有点道理。这三个人族风格都不一样的。四哥是怎么把0-0给干了的？0-0自己打的有问题吧？对啊，他自己打的不好，就状态很差那种。就各种失误，就像 TM 图四个打玉米一样的各种失误。